保协会都不管吗？我看我来加州当动保协会会长。我们要在哪里坐？这里。嗯，我怕这边不好找，找个点好了。啊，就那个好了。啦。好冷。嗯，是对面吧？这椅子不知道能不能坐，非客人可以坐吗？哦，不舒服，坐一下。都是晒耶、欸、哦，他的椅子都是晒、欸，可以吧？那没有尬了，休息一下就好。去旧城区吧。我帮你放。往这边看过去，美。哎，他 Uber 扣我美金，是不是用台币下去换算会更贵？如果付现金会不会比较好？可以付现吗？五个。现在台湾几点啊？就很不容易。我记得可以吧。但是感觉猫咪好像没什么用。就很去很。无聊。是哦。我觉得看海报蛮有趣的。跨国交易。蛮有趣的，但是那个景点不能待太久。好像快下雨了哎。下雨了。下了吗？这几天天气很怪。是那个旧城州立历史公园，很远吗？是那里吗？我不知道哎，我不确定。应该是吧？是吗？我 Google 查，在家里查是这个名字没错、啊，我都跟你确认一下。53分，现在27分，53分到。也是蛮远。下雨。要去吗？在下雨还要去吗？下。回去。先回饭店。你帮我输入饭店的那个名称还是地址？
那个谁谁。你们还在讨论他吗？只是我不知道他到大化墓地，哎，他真的人有那么和善吗？让我吃东西，然后又问我在哪里播。尬聊不是重点，尬赛才是。幸好我这个人习惯卫生很好，随手带卫生纸。结果来叫了吗？哦，我叫了，啊，四分钟。然后买的，然后都可以去超市。我没有聊政治，我在聊人。这附近有手摇椅吗？可能有啊。哎，对，路上没有，哎，路上一间都没有，一间手摇椅都没有，哎。这边只有商店。好了啦，超大杯。哎，我们应该去商店逛一下。哪里？这里吗？那个，我们那边不是有商店？好啊。可是我订到饭店，要再走过去。不然我们走过去又太远。嗯。先订饭店过去啊。看一下去，看什么的？我来研究一下。新增或变更 CVS 我找一下那个 CES 的。他说他是台中，哎，他说他在桃园。我们走过去好了。好啊，因为其实也不远，或者可以骑滑板车。哦，好，滑板车好。啊，我没有滑板车可以骑。再等 Uber 四分钟，我看一下这样两趟的价钱，好像有点贵。是蛮贵，车程。嗯。我们这样车程也要600吧，就是换有距离的，也要600-700。我看一下刚来的是多少钱，我忘记了。哎，可是我不会。我们的行程，过去的行程，21.72。没出车，我们都不会开车啊！算了，21.72加。24.75。这里哪里来骑车？21.72加24.75是多少？我们来回就是二一加二四。都是两次的车程吗？这传给我是这次。对啊对啊，就是这两次。需要分，然后扣你刚刚早餐钱。15美。我刚刚看他的那个小朋友在打海鸥，我就不爽了。什么歧视有的没的，干我屁事！我看他不爽，我就不爽。他打海鸥，我就不爽。我没有打小孩很好，我台中人呢，亲戚没有拿出来已经很好了。啊，我又看不到你们，但是又给我跑掉，奇怪。我们要去哪里？
什么颜色车钥匙？是那个。哎，他到了。是那个。在哪里？哪里？我看不懂那个颜色。那个车子的颜色就是。哪里有写颜色？上面显示的车子的颜色就是车子的颜色。是吗？我看，你看，啊，拿一下，哎，按掉了，应该。